的今天就是要在这里做安亲。他这边有住宿、安亲跟沐浴，他的沐浴很可爱，还有这个贵妃。又在闻他了，西施一直跟着他，他躲起来了。还好，我适应多了。对啊，我刚刚也在跟其他人在交谈。他现在也蛮愿意接近同学。对，但是他还是一直在看门口，对不对？对，对，但他狗狗都还在这样，就是期待把妈妈接回去。因为他现在又在撞。因为他们都知道他怎么会从那边出来。对啊，我看他们好几只狗狗都坐在那边等。很奇怪，他们不知道啊，太熟了。哈喽。有哈，可是没有接到的，看他妹妹有湿湿的。哦，对，他比较喜欢跟人，他喜欢人家的脚，很喜欢人家抱。对，今天看好另外一个同学，体型差不多。对，我真的有认，我有认出来。啊、我那时候想，可是他好像比他小只一点点。他再小一点点。嗯，他抱走了是不是？对，他刚接着走了。哦。抱吗？在 FB 在评论。对对对。好。哎呦！不！你要回家吗？还是你不要回家了？你要回家吗？挺好玩的。是不好玩吗？那你就。